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裤子。传说在 MC 世界有一片神秘的黄色大陆，灵门大陆，那里盛产灵门，甚至连土地都被灵门染成了黄色。到达那里的勇者将获得一套非常强力的装备。而本大爷在历经千辛万苦，朝着夕阳狂奔半小时后，终于发现了这片大陆。那么话不多说，咱们这就下去瞧瞧。这款MOD的名字叫做灵门大陆，可以看到这里有一种很奇特的生物——灵门牛。因为长期吃地上的灵门草，导致全身都变成了黄色。众所周知，普通的牛是能挤出牛奶的，那么这个柠檬牛能挤出什么呢？哇哦，瞧这金灿灿的液体，这难道就是浓度高达100%的极品柠檬汁吗？看得我都酸了，赶紧喝一口，酸甜可口。不过我的桶怎么不见了？难道是被我吃了？这牛撸掉居然还掉出一个柠檬，这难道就是它生产柠檬汁的秘密吗？柠檬大陆上当然还少不了它的主角——柠檬树。柠檬树上柠檬果，柠檬树下你和我。但是我把整棵树都撸掉，才掉了3个柠檬，还不如直接撸牛来得快呢。这片大陆上居然还有房子，该不会是住着什么柠檬村民吧？这房子虽小，但五脏俱全，配有豪华双人床、玻璃制的天花板，更是能让你睡觉时仰望星空。这么有格调的房子，不知道是谁建造的。哇，这是什么怪物？柠檬精吗？实在是太可怕了。好在它的攻击并不能造成多大伤害，而且越看越觉得像个铁憨憨。这个模组还存在着柠檬矿，获取柠檬矿后可以制作各种装备，柠檬铠甲套、柠檬剑什么的。这柠檬剑的攻击力居然有7点，比钻石剑还强。我穿上柠檬套后，柠檬剑打我就跟挠痒痒似的，苦力怕也炸不动我，太不科学了。这柠檬特制而成的弓箭还能造成小范围的爆炸伤害，用起来效果还是不错的。好的，那么时间也差不多了，我是裤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